我知道收废品的大爷已经盯上我很久了，但是我依然无情地拒绝了他。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一次性纸杯呢？我们一起画幅画吧。黄颜色的天空代表着傍晚，蓝色的山下面黑颜色去上下轻轻点很多小的树丛，非常简单。水的倒影呢，平刷几条白颜色的水线刷上就可以了。如果人人都用废纸杯画画，纸杯怎么想，收废品的大爷又怎么想？以后的日子我教你画画吧，明天见，拜。